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干嘛呀？哎，我要睡觉。我太难了。嗯，也许要忍耐，要经过意外。我是如此相信，在背后支撑的是你，以至于我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，隐隐作祟。宝贝宝贝，我满满一杯，这是你最爱的。你讹人吧？哼，你要觉得我讹人的话，那我就报警处理。算你狠。心灵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打破一切恐惧，我能找到答案。我送你慢慢到老，平凡的日子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去空调的。哦，进来吧。那空调哪里有问题啊？空调制冷效果不是很好。哦，那我帮你开一下外机吧。啊。哦，好好好。Later。啊！嗯，谁呀、啊？哦，去空调的。刚刚来了一个。你看我眼熟吗？是有点眼熟。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。你这样子还能修吗？还能还能，没问题。完了吗，张馨月？我让你洗的衣服你洗完了吗？哎呀，睡着了，是辛苦啊，睡学校连个被都不盖。TV， 那不就
伸手就来啊。距离开花十四六月六。天天就知道出去鬼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伸手就来呀、啊。春季里开花。回来十四。他妈又去哪鬼混去了？Hello, it's me.